克朗基罗的作品这次到台湾展出，再掀风潮，也不禁让人感叹，他所处的文艺复兴时期，刚好就是明朝，也是中国由盛而转衰的分水岭。我们来对照一下，当欧洲开始解放人文精神，艺文创作百花齐放的时候，明朝在搞特务、大型文字狱以及八股文考试；而当欧洲开始向外殖民的时候，明朝除了郑和下西洋、昙花一现之外，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实施海禁，把门关起来。一直到了十九世纪中期，西方用大炮来敲门，才把中国给轰醒。衰败总是有原因的。历史也告诉我们，封闭自满就是衰败的主要原因。这次在台湾欣赏米开朗基罗的作品，不妨想想大师开创时代的精神是否也给了我们一些指点。我是林一如，感谢您今天的收看。纵贯古今，探阅东西，请继续锁定热线追踪。